为庆祝国民服役55周年，超过300间幼儿园的35000多名孩童，接下来几个星期将参与绘画活动，从中了解他们的父亲服役时的经验，同时制作礼物，表达对父亲的感恩之情。另外，作为战备军衔，感谢国民服役人员活动的一部分，从7月1号起，服役人员可在全岛140个伙伴商家享有超过200项优惠，涵盖餐饮、生活产品和服务。